看这边摊位也是卖这种杂木盆景的，咱看一下都是有什么品种。是一颗黄栌的坨坨，非常不错，看一下。是梨树坨坨，这家做杂木的还是非常漂亮。后面是一颗老庄黄栌，下面也是带一个坨坨，还有梨树，都是已经结果了，现在也是刚现完花，满树的果子。这也是黄栌，还有是棠梨老庄，各种各样的小微盆景还是相当多。这也是山里红、榆树，各种各样的小微盆景哈。这边也是榆树坨坨，看一下这种榆树坨坨，各种的榆树小盆景，提供的山里红。这也是一颗棠梨坨坨，看一下这颗棠梨，这也是棠梨庄，各种各样的杂木还是相当多哈。这个是个苹果，棠梨，各种各样的小杂木还是相当漂亮的。看一下，榆树、棠梨为主，还有是黄金榆树，后面的是提根带抱石的榆树盆景，还有这也是梨树，现在也是满树果子，一个盘根的梨树，这些都是梨树盆景，各种各样的杂木，这是也是棠梨，也是梨树，像这棵老庄梨树也是相当不错，现在果子也是满满的。看一颗临水造型的海棠，特别漂亮，大花重瓣，一颗临水的海棠花，是杂木的棠梨老庄，各种各样的杂木盆景还是相当多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有喜欢这种杂木盆景的朋友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